这是我们最新一期的海峡吐槽大会。然后呢，今天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阵容很不一样啊、哦，就 F5 已经不见了，被我们淘汰掉了。我还在。对。然后剩下这几个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较新鲜的面孔。这位呢是牛肉小哥，厦门最帅的牛肉小哥，小鲜肉，才19岁啊。然后这位是还是我们夜店小王子，对。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凤梨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啊，然后这位呢，他说他叫第三鲜，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他是想煮第三鲜的，因为我太喜欢喝牛肉。接着后面呢，还是我们的 F5 成员哈，这位是死宅和我们办公室小八卦。然后因为他们坐在后面，所以今天的存在感呢需要他们自己刷出来。所以大家，对，你们任务就是负责带。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那些年那些创业经历。那其实这前面这几位都是有过创业经历的年轻人哦，特别是我们的牛肉面小哥，他是来自台湾的，对，而且他比较奇葩的是，他18岁高中毕业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来到大陆卖牛肉面，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小男人。没错，小鲜肉啊，现在流行的底牌是小鲜肉。那接下来等一下呢，我们来分享他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第一位呢，先请出我们的夜店小王子。啊，对，为什么他叫夜店小王子？就是因为他经常混夜店，对不对？而且比较喜欢带着妹妹一起混夜店，所以你要小心点。让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创业经历。小心点哦。好像有点慌。小心他的眼神，不要跟他对视。对，我好怕。没有，就这样子。我要谈一下我的那个创业经历哈。首先就是我创业是从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开一家咖啡馆。那其实每个人都有开咖啡馆的梦想，就是。对，你不一样，你不够帅，为什么开咖啡馆？开咖啡馆就是因为不够帅才要开咖啡馆。帅的话就直接带美女去咖啡馆就好了。那我觉得你开酒吧比较合适哦。这个后面的事情，咖啡馆这个事情是当时志同道合几个朋友，然后大家觉得说何苦我们开一家咖啡馆，然后后来结果发现呢，就是咖啡馆的话不能跟文青在一块开，因为跟文青在一块开咖啡馆的话马上就会倒，因为文青的话他们习惯是什么，就是开家小咖啡馆，对的，那他们会文艺，他们会文艺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会拿一本书在那个咖啡馆门口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拿一杯咖啡在那边看书看一个下午，一点活都不干，然后真的收银啊，还有包括洗杯子啊，那些活都落到我身上来，所以当时可能就搞得也不太愉快，后来就关掉了。好，听他们听到这段会打死你吗？不会啊，那是事实。然后第二段就开酒吧了。开酒吧这个呢，我觉得所有就是我这两段的这个创业经历，告诉大家，其实创业的话，其实还是要做好准备的，特别做好心理跟就是心理上的准备要非常的足够，才去做这件事情。你要把很多事情考虑得很周全，因为你一旦投下去，就把全身心投下去之后，这个东西是没有回头路的。你亏了多少？赔什么？没有，你股票亏的多。下一期不要来了。没有。你打了多少妹？这其实我说句实话哈，就是你在自己开店的时候，你是绝对不会去碰女孩子的。为什么？因为你是这家店的老板。那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他的外号叫马伟啊，因为他爸爸叫马克，所以他叫马伟。对，那我们来听听他18岁从高中毕业，然后跑到大陆来创业经历，是不是很多人说你疯了？其实同学都会说你干嘛来大陆，然后其实像是同学还是会觉得说可能大陆还是落后一点，但其实你来到大陆生活后才知道，其实大陆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一些硬体设施，其实是比台湾还要比较先进一点的。对，比如说什么？就你说那个买东西啊，那个什么？比如说我们叫滴滴嘛，在这边拿个手机按滴滴司机就来，可在台湾你可能还要打电话打5688，然后不然就是说去找个便利商店按机器。那可能要过个5分钟才来，你看这边按一下马上就来了。是，对，那还有像是很多像是电影票啊，然后线上购物啊，还是什么，这是台湾，对，像是这是台湾没办法这么方便。便捷。那你来了之后，就是会碰到就在创业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吗？或者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做这个牛肉面这一块呢？因为你爸爸开的是客栈，那你没有接着往下做，而是去做牛肉面。你原来会煮牛肉面吗？不会，我原本煮牛肉面，不会，我原本煮牛肉面，不会，我原本煮牛肉面。那你怎么煮啊？怎么煮给人家吃啊？有人要吃吗？还是靠刷颜值？没有，黑暗啊！对啊，人家吃的牛肉面说啊，看一下这牛肉面，再看一下你，好，再吃一口，再看一下再吃一口，这种感觉吗？这个牛肉面是我们家研究了5年的牛肉面，对，那在这过程中有就是因为爸爸就是想说今年想要进入市场，所以已经抓了5年了，对，然后就刚好我高中也毕业，然后也是希望说。他也是跟我讨论了一下，也是希望我能走一条跟现在同学走的路是不一样的路。对，但是我同学现在可能在读书，在大学，然后好了，今天晚上要跟谁去？我就是继续要想着说怎么把这牛肉面搞起来。对，然后有时候还要想着说外卖，因为像是台湾就没有什么饿了么跟美团。对，我爸有时候跟我提出来要把牛肉面进到外卖市场，其实我还是有点懵，因为这些是台湾没有那么方便。对，所以说。在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需要去适应的，因为这里太方便了，真的太方便了。所以你其实还有一块要学习，就是要学习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做法，是，比如说这个直播啊之类的，对对对，我会捧场的，对，我们会直播，对，给你送油饼之类的，满级就赞，然后就牛肉面小哥亲自送牛肉面啊，对，以后可能就是说厦门最帅的牛肉面小王子在大马路上，然后突然送外卖。好，
创业公司，为什么叫他凤梨酥妹妹？其实他就是做凤梨酥妹妹。对对对。而且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厦门人，结果他从江西来的。嗯，跟大家说一说。哦，对啊，我是来自江西，可是我的口音已经变了耶。啊，对对对，也变了。台湾腔。是啊，是变成腔了。嗯，而且我现在弄了一家店叫旺来堂啦，啊，他们就是因为旺来就是凤梨，旺来，对，它就是凤梨的意思，那就凤梨酥体验馆嘛。啊，一说到体验馆，我就特别想说一下，就是体验这种东西，就是可以跟客人互动，然后互动起来也比较开心。那这样子哦，我就碰到一个特别尴尬的经历啊，但是又特别好玩，就是有一天隔壁的小哥他突然打电话，就是边打着电话边找着我说。哎，你为什么？哎，你是不是有客人有凤梨酥，你没有给他邮寄或者放你那了，一直找着我要？你说我好像最近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哎，都是做了就吃嘛，吃光了就没有了。对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个小哥想泡你啊？对，要微信啊，要电话。我以为是小哥找我，哎，结果后面电话里的人说一句：“不要小哥接电话了，要我接电话。”啊，哎，这完了，感觉好像是被电话的给泡了。对啊，其实。后面他跟我说，哎，小妹留你号码吧，我也性子比较大一点，那我说留就给他吧。结果他回电话跟我说，哎，我跟我女朋友闹分手了耶，就是因为你们家的凤梨酥哦，没有去体验。我说这下完了那他说那就给他定制一份，结果他就就是想了一段词，就是什么今天的阳光好温暖啊什么的。后面我才回是不是？对，后面我才发现。他挑的是一首歌《温柔》里面的歌词。哦，知道，五月天的《温柔》里面的歌词。对，然后吃一大把狗粮，最后都不是爱我的。所以原来他以为是要你的电话，结果发现原来是要说。事实证明，情侣去你们一定要体验一下，不然会分手。对。没有，就带他们停车，他们去看一下，然后不让他体验，他们就分手。那可能要改成分手凤梨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地三鲜小哥。为什么？其实他是做新媒体的啊。对。为什么叫我地三鲜呢？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做饭呀，比较喜欢烹饪。来到这里之后，跟马克大叔、跟马伟一起学了做饭，然后所以说比较喜欢。然后呢，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然后呢，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旅游的。刚开始大一的时候，我经常喜欢自己跑出去玩。然后呢，觉得慢慢跑出去之后，觉得自己是有点孤单寂寞了。然后呢，就是想，艳遇啊，这是艳遇啊。没有这么多艳遇，结果并没有遇到。但是遇到了几位朋友，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所以说我们是想一块儿去成立一个组织，然后呢，想让大家分享我们的旅行中的快乐，所以说就专门去成立一些官方号呀、微信公众号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去运营我们的东西。我讲一个最有意思的吧，就当时我们就是在就是推销我们自己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平安夜了，然后呢，我呢就是专门去那个水果市场，批发了一些平安果，然后苹果呀，还有一些那个蛇果呀，然后呢，到了平安夜的晚上，我就拿着我大行李箱，骑着我的小破驴，然后电驴，对，然后就是满校园的去送，因为我是临沂大学的，我们学校是单体面积最大的一个学校，然后就是满校园的去跑各个学院宿舍去送，然后最后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平台，然后最后然后就是开始做我们的旅游嘛，经常往别的地方去发旅游团。但是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快毕业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还有什么一些格局不够大，然后呢想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但是正好那个时候在媒体上去看到马克大叔的这个客栈，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适合我，所以说我只身就是前往了，告别家里人，然后就来到这里。然后呢来到这里确实是跟马克大叔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所以说非常感谢。我来一个月了。然后目前是做前台工作，然后也是经常和人去打交道，然后呢我觉得这样的话更能让我去见识一下这个世界所以你还是有梦想的，还是有规划的，就将来对我只是暂停了一下我的这个创业过程，然后想丰富一下自己，想增长一些知识，所以说想先暂停一下所以年轻人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你冲冲冲的时候呢，感觉到不足的时候就稍微停一下，然后去想一想去规划一下对，所以这第三天小哥就是一个很帅的模板。好，那我们今天的海峡吐槽大会就录到这里了，我要再刷一下存在感了，再看一看。现在马上大家觉得，如果你们想要来感受一下这个味道，你这次账号是硬到吗？那就来泡茶吧。大家来到厦门呢，就来到到了厦门，来到曾厝垵的话，一定要来马特客栈。然后所有好玩的好吃，然后就是舒舒服服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对，好，对，一定是广告啊！都在马特。对。